大家好，我是傅兰。今天我们要学的是月份，一月，二月，三月，四月。五月，六月，七月，八月，九月，10月。10月，11月，11月，12月，12月。好，我们再说一次。1月，2月，3月，4月。5月，6月，7月，8月，9月，10月，11月，12月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，谢谢，再见。